我没给我给哎哎哎！鼠标坏了！哎，你人怎么死了？鼠标你妈没电呢！怪到鼠标上面，鼠标有问题。这是真的，你怪鼠标，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多的我也不讲。K 哥，刚刚外面人多，我会不会给你跪下了？哎，不是。我们你知道吗好不好，我们两个的阵容真的就是给阿亮爽的。那确实。哎。哎。来我们这来我们这来我们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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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K 了扣到了。赢了。走吧不要管他走直接走他机房都开了。走了虎哥虎哥。记得帮我 Q 一下。我有治疗他没 Q 了。好了好像。哎我跟你说。倒了血没了真的。真倒了血没了。好远啊。我他妈来干嘛呢？真的倒了血没了，操！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去呢？啊！我还掉了个闪现，还送这边中单一个人头。我只能说救阿亮的。哦，你们正常走，他妈就一个死哥在这个草里，我们正常跟我一起并行，死哥不死。反正我要绕地球一圈。我在红帽帮你自己家野区，为什么那么怕？在红帽帮你走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在。啊、我就问你自己家野区为什么还要绕？你的心魔正在出现。本来就一个死哥，那疾跑，那蛮王看到我跟狗看见屎一样，我操，他妈直接开个疾跑过来。我根本就不需要回去。你的嗓音，真是世界。战争刚刚。An ally has been slain。亏损最大化了。老王没点燃，没那个什么。老子把双招给药钱吃完了。miss miss， 不知道干嘛去。是吧？这潘森干什么去？我操！你看这潘森，他在干嘛？他去找你的，我操！亮。他去看我们野区。我这个太狠了，我这个就是吧？他这个位置是直奔螳螂而去，知道不？就是故意找我，他跟死哥两个人。他没有双招的，他被我沉默致死了，你知道吗？他连救都救不出来。哎呦，直播机！我靠！完了，我崩了。出来早了一点，你要等他呀，他肯定要把这波线推完的，你知道？你别出来都是。我打的也很操蛋，然后死哥在野区他妈搞了，你看着看。走啊！他妈还真打不过我。我们下路双人路是可以扯线滚。你抓了他，他肯定是心中怀有怨恨的呀，知道吧？你抓了他，他怎么可能？一个第一潘森帮助死哥在死哥野区插眼，你知道？好野，给人家扔扔的。是吧？他死哥在上，死哥在上。插眼。哎，差一点点。还好这波好惨的兵啪要打这个这个动那个谁在打、这个、我先马上推过去死哥在打这个我马上我把线送进去两盘子就支援不过来知道吧还好我出的是神一血怎么进的是一块的一我尽量打我有大了我有大了打哎他六了啊他没闪的，他没闪现的。哎，完了，我要死了，我死了。我在这，有没有一？我在这，来我这。啊哈！沉默，可以走了。哎哎。我被夹住了，我被他们两个直接夹住了。哎，年龄太大了，说实话，他从草里面。哎，无所谓了 ，KDA 不重要了，对吧？就死，真的，大不了就是一死，他妈的，无所谓。这把我们劣势有点大，我建议我们都得拿出。哪有毛用啊？100%的精力来了。我只想说，这把我上路优势，我爹的也不想说了。反正哥们上路是劣势，哥们是很认真在玩的。我有大了，每个技能伤害都巨高，真的。我靠，他直接 Q 闪，拿他吗？他不是免的，他突然一下一个 Q 闪，就你有疾跑，还好哥哥带的也是疾跑。
这死哥急死了，这死哥波波来往上路，波波抓不到的，他就晕了。无所谓，烂命一条，现在他妈的无所谓了。他们是不是要越你啊，这个？你把你大招给我交了。不交。第四哥是在这。毒仙还没大招。你在打什么？那没。我要把他大招给骗了。我大量，这个位置我可以飞过去。飞下，飞下。我看这样要狙了。我飞下，我他妈人在上，我怎么飞下？爹，要不要我来？要不要来？收收收！应该去换一下。笑子，来来来来来，急死了！我们塞纳也在，我们塞纳也在。下路来了，走。打不了。哎呦，完了，操！被他拱下来了，他娘！哎呦，我应该是吐的。我这是个大蠢蛋，操！完了，我应该直接闪了。哎，我这是个大蠢蛋，还受不了了。完了，我也是个蠢蛋，操！然后有大吗？这个啊，猫王大。目前来说，上一波开了，这里没上一波开了，你不用算。他没了，没了，没了，开了。但我们两个等刷吧，这是最关键的。我来了，我在跑。我在跑，没有。他在这里。在。我有个大招可以去。你敢去？我上路，我说一下，跳舞啊！我上路被抓崩了，我上路被抓崩了。我上路他被抓崩了，我想不 ，OK， 可以，下路被打崩了，蛮子没了，蛮子没了、嗯，我知道，看到没有？我有点贪一个小兵，有点贪其中的一个，我没看到我的小兵，飞到了，战尊刚风飞到了，好的，龙怎么说？你要吗？有大，他刚忘了，建议不能打。我在跑，我斗不了底，我在跑，看吧，因为有优势，所以能。开什么玩笑啊，垃圾！我慢了他了，你不会真以为我没大招吧？啊，我一口直接把他吞了。要不再来？哎，完了，英雄。还想裁判者直接被我闷了，哎呦好爽啊！完了，没说法，来吧，帮我排眼，我在这边，是要帮你做的，这边有人，我做能打吗？不打吗？行，我这边两个，打，反正在这。刚刚在下路。你以为我会啃你？妈的，兄弟，有个逼心眼，我他妈逼下一道眼，操！我在这个，勇敢！随便杀，老子闹得一样皮，我 Q 都不放的，你们在这走位，蛮子吓死了，蛮子来再来，哥们，快点帮他！还不。打过了，就是。你们赶紧吃，我去锁枪。我去吃上路的，中路让给 AD 吃。好，你吃我就去吃上路，都可以。你不用，你就站中 ADC 这个点都站着。靠前锋可以开打，但是我伤害很低，我直接中。他又锁了，我做大了。这蛮子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我说换先锋开打，我们把他越了啊！等一下，直接越也行。要越，我先顶，越！潘森拉个是没大啊，不要死，
死不要死，等我们回来，等我们回来能打。他妈的赢死了，我拿上去想清这个线。他们有虫子，他们有六虫。我来，我来，我来，我能打，我能打，我随便弹。等我，等我，等我，能打能打吗？没看到，没事。我疼爆了。鱼人，好进攻！鱼人，好进攻！鱼人，我好进攻！我疼爆了。快走，鱼人。Okay. 哇，我只能说，我扛了很久了，家人们。哇，这波你已经很棒了，真的。我真的扛了很久了。吓人。哎，已经在打了。不是你们在干嘛？都已经看到半天了。Hello. 为什么对面这么难打？我们一个在中，一个在下。我们太垃圾了，说实话，真的。你有人看见吗？没有，我第一时间就刚来，来我这，来我这。有眼吗？这个？我来了，我来了。有人激活出这个兵了，好好杀！打不死我了，打我个大虫子！我在，哇！我就差一下打你了，可惜。把那个卢锡安给切死了。哎，我这个好可惜，不然我这一口闷的话起飞又160。还没大的。在装什么？哎，完了，被秒了，他妈的！你在怎么了？你们得闭，你们得闭，他们两个守不给我他们，你们得闭，帮我大招一下，你们得闭，不然他们不是我，我卖了我家陈叔的呀！你们开闭，他们守不住，还在那个家陈叔，他妈的，真的，我这怎么说了没用他？破两个。对面狙杀了，我试一下。早就狙杀了，上一波就狙杀。我还九秒复活，八秒。我是没想到，哥们他妈的七杠号，我还要被你们屌，他妈的，老子受不了了。这没办法，这个我七杠号，你们我现在已经吃不到经济了。你们这个还敢屌我？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个没有，我这个没有油，我一定会帮你点到我们的。小龙，放心。说到了，别怕了，随便杀。哎，潘森，哎，他没意的，没意，一个死哥。你说，你在英雄登场。不会吧，肯定要被他玩。哎，有治疗，他的没有潘森，还有潘森啊！别怕，我在，我在，他打不死我，他潘森你，我帮你，别怕，我帮你。加没了，加没了。潘森没有点燃的啊，潘森没有点燃。Nice， 漂亮。我嘲讽他了。我包了，七哥，没什么，必须的，怎么样？你还牛逼，来，龙德打吧。我 TP， 我有 TP， 我 TP， 没事不是我 TV, 我打龙，我大我大。英雄登场！我在，他们打不动，他们打不动我。这马仔要带了怎么办？你们谁能？我回去，我有TP，我能回。我回吧，你别踢。他们已经死了。然后王慧从这里出来，王慧从这里出来。这也能打。W 一下。我在后面。我在后面，家人们，我没走，我直接往前拱了。哇，完了，结果我没大了啊！到了，这里，完了，家里家没了呀，家里，吃点红，啊，我真的是好气。这个卢锡安把我当成牛子耍，哎，说实话，这个这就是低级坦克，这就是低级坦克，太尴尬了。说实话，那高级坦克早就给他杀完了。
把他抓了吧，这个把他抓了，不要脸，破坏。这个留住他，我在你后面，我在后面。多来点人啊，队友，其他队友也来。我只拿这个，我。哎呦，我没想，我没想。训练位置太靠里，死不了吧？再磨干，磨干。死不了。我没有出了。螳螂鞭子，偷走。好的，螳螂鞭子。可以，复活出来再还能打。嗯。来，我大刀直接荡到最里边了。好了，金志刚，抬，好抬。啊？没办法，刚刚、啊、他走不了，他妈的虫子必死，真的，我刚刚。来，你这里很关键。对啊，你肯定战斗力比我强，我早就烂命一条了，我都已经41-3了，无所谓了。我饿了，都不参这个团。感觉参的时候不参，没什么太大区别。妈的，41-3。我能把你们砍的就这么多了，我9000滴血了。他这个破败打我老痛了。15秒、14秒、13秒。我说你之后满星界的可以给我匀一点。还有9秒复活，8秒复活。好，好 ，OK， 抠出来了，抠到了，可以给我们吗？可以啊，我这个口是心飞的，都是他妈的，我 W 都没中，我那个什么 A 中了，吃一点，我闭嘴一点。来了！我被杀了！我死！首先我都要一波了！别让我死！哎呦，那闪现补上这个伤害我就死！别死！我怎么感觉这装备有点垃圾？这新进去的，他太大了！哇，全死！没事，他那没死，跑不动。说实话，没有鞋子有点垃圾，有道理。一波不了，狼在，狼在，还是要换鞋，这没有鞋子太垃圾了，这个。还打大了，还差200块钱，我中午再去吃一波。哎，我帮你砍。死不了。英雄登场。谁登场了呀？杀了就走！杀了他走不了的，你走吧。我这边应该走这边的，我看我和大虫子一块，我想走这边试试看，不行。他哎呦，我感觉打不了一波，我他妈的，我自己血再多都没用。我说实话，真的血再多都没用。这大虫子后面真的好垃圾。我要是个门罗，我早匹配了，我杀猪了。我要是个门罗，我一定杀猪了。没办法，是这样的。我前期推荐推不过卡，我被动你都不 A 了是吧？你这前期这么玩你的，我支援不了你，我这前期他妈推不动。我不需要你支援，这剑姬已经结束了，这剑姬在玩人了。啊！今天我要把我今天打韩服的所有的怨气，狠狠的发泄在自己身上，狠狠的发泄在今天的祖白身上吧。怎么说？我今天要做一天的狠狠的操死对面。我今天要做一天的杀手。这个你上把蒙多赢了吗？这个我有一个问题。你看还在说他，不要脸！你看，我没看完，最后我两天在这里，我两天韩服大师300点加到200。哎，可以。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祝福了吗？来吧，我先。你有实力，迟早打上去。这个别怕。我知道的呀，难打的一批。不是，大师。你看来了。好闪！走，闪闪神印。
哇操，这围堵术我真的是下贱。你就是不走，就是要操作。不，我就是想操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杀。哎，怎么死的？吹死的。我吹死的。我操，对，能把他吹死，我都没想到，我都没看到风。你要放门口就行了，放地上，放地上，放地上啊，放地上。啊，你能打得过我？我真不信，来。双杀了，看看看看，上次双杀了啊。对，这把就一个要求，今天我要狠狠的指挥你们。那个不要说，不愧是对吧？等上路来 C， 兄弟们，等上路 C 啊！磕泪平掉 ，OK， 他磕的是饼干。刚刚这个剑姬玩的，我只能说很一般。你看回的血太多了。这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我的爽局了。怎么样开爽了？就这个拼，他就结束，他结束了。这面都是什么人啊？这个幽默死了，我操！哎，这个为什么？我以为换不掉，我操！你知道这有多难杀吗？他真的不是这个剑姬，你看出来了吧？亮，这个剑姬我怎么感觉这个剑姬的话熟练度好低啊？这个剑姬还有虚弱，我操！你不能这样，其实杀不了，杀不了，算了算了，他妈我要杀他条命！你杀了他放一个 RW， 他能回去。是的，我也在，我也在。怎么说？对面，这剑姬就是个沙包，明白吧？沙包，举报沙包骂人。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残血，这里面有人，可以往这边放，可以往这边放。对吧？减速啊！他没闪，他没闪，他没闪。距离不够，没闪也打不了。哎。哎，我好飞呀、啊！打一放的是真的快，我。哎，我说一下，我你们稳一稳，好吧？这把我跟唐哥哥的 C， 没错。上头挪一下。手背手背都，我只有八十根。继续继续继续。看，这都反应不过来了，这个剑姬。我上路都杀猪了，我只能这剑姬可能是他们队伍里面的、这个我告诉你，皎月只是下的，因为他别的路他去不了。我这边先退，我这边先退，兄弟们，兄弟们，他、这把只能去下这个皎月。我的目标很明确，好想飞，弄死他！可是飞过去，飞过去杀不死他，可惜他在塔下，我弄死他。打出去的话，他就死了。差点，我信了你的邪，还弄死他都来了，我。螳螂 ，come on。小月没闪，小月没闪，小月没闪。我刚大招时间快到了，所以我直接劈了，一刀下去。那结果，哎，不存在的。我再去下吃一波啊，你小心点，双人路可能出攻了。不要犯任何错误。召唤师。哎，怎么僵了？哎，完了，僵了。僵尸我哈，他妈半天放屁，怎么突然顿了一下？完了，我跟不上了。笨猪，保持警惕。哎呦，我走不动路了，我这个，他开了个疾跑，直接把我给风筝了。没大招可惜，我大招没有刷新，我大招要刷新的话，他这波就下路了。下路退了，你要来下吗？要换吗？那波线还可以吃，那个。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伤害不够的，跟你们说句实话，我这波伤害一定很久的。肥萌家族长老果果发来高能弹幕，本宝宝宣布肥萌家族已经占领直播间，闲杂人等快快离开。哦哟。我被那个对面的 AD 吃了1000块钱啊。家人们。来了，我来了，这波可以打，旁边他们兄弟们。维鲁兹没闪现，可以闪现王者之拉。我来了下面走的
随便杀的，他不需要，他不叫开这个图嘛，对不对？哎，那你这个银河系第一怒手都抛出来，那不然？他们这个打团没什么用的，反正根本跟我们打不了，完全他们都睡不了。第三条小龙，兄弟们，这个只要是不玩那些叠的英雄，还是挺强的。对，冲喽！哎，打关麦，不错，很棒吧？我真的今天没玩到落手，就有点操蛋。只能说现在落手的水平确确实实有点下来了。